明白了没？如果你不厉害，也别送，听见没？青钢影，中单盖伦看懵了，看懵啥？中单蓝枪拿盖伦打，有毛病吗？你看懵了。哎呀，晚豪！现在已经是淘汰赛了，你的失败已经被算出来了。先打个不灭 ，A 抽，平 A 接拉起，这波耗血他必亏。重印晚豪啊！等个盾来，收一下，平 A 接拉起走了，干哈呀？这样是不是也过分了？哎呀，我操！一位得体的女士会采用许多手段。那玩个梦魇二级抓上我都服了。你给我干他来，不拘小节，最终会坏蛋。你先把蓝打了，那盖伦别上了，我回去升个级，我一级能干啥？对面两个打野啊，我才知道。哎呀，头痛！我那上来两波耗血，跟那晚豪耗的都完了都，他根本他就玩不了了，他都拔不了一手，扣一下 ，A 接拉起，平 A， 平 A， 不快了。这你都能 A 着，皮尔特沃夫终将迎来自己的宿命。你跟他打吧，我就不去了，我也去不了。打不溜，抽一下，一下一回来 ，A 接拉起。打吧妞，哎，这咋这么多人呢？锤石都来了。我的人头，谢谢。咱们来一个爆破，再见。哎，这走中间是真傻逼。哎呀，他有血。
钱总是万能的，好运总会眷顾富人。贪一波还行吧，我们收了一波塔皮，他杀了一个我，相当于他净赚140，140也就七个兵，一波小兵可以接受。你咋一个兵也不补呢？你干哈呢？打不溜 AQ 拉起，一下一过来推一下，因为大度 AJ 拉起，因为 W 接点烟亮牌再借。哎呦我操，十滴血，我就是所谓的无敌资产，不过十滴血他也血亏。这 Q 技能正正好好是拉起的时间呢，怎么回事？有耐心才是好猎人，否则就是死猎人。打吧溜灵威跟他玩一会儿啊，真是浪费。你这梦眼可是挺膈应人呢，太烦人了这个逼。我把你杀了，你等着啊。你看一会儿我不踹死你，你操，什么时候给鞋呀？10分30秒。我跟他玩一会儿没有任何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跟他玩一会儿，他杀不了我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让他吃不着经验。打峡谷，专家的标志就是积蓄。来，这波斧子是太杀人了！哎呀，蓝脸汉呐，那晚豪有意义，给我减速啊！哎呀，不行了，这得好好玩了，这。这一血塔没了，终有一天，梦魇啊，我会把你杀了。我先等个30块钱。
太狂了。哎，我这么大的优势怎么一杠四了呢？因为你太狂了，不好意思，有点狂啊，确实是有点狂。你要打破谁的头？你再跟我说一遍。怂样吗？为什么是他把我杀了呀？我操！我没明白为什么他把我杀了呀？我大完以后下来，应该是我们一脚把他踹死了，怎么回事呢？有点烦。只不过是被抛弃了而已。来，来，怎么不上了？这得上啊！你老搁草丛里干哈呢？拜拜。科技与我的关系比较复杂，随时能勾啊，走了。嗯，打个红，我觉得行。机会只会眷顾等待的人。我的红，快走！打完红还不走，赶紧跳弹溜啊！哎呀，好闪！我气死你今天！你俩能不能打一个？哎呦，我这蛤蟆从那个墙中间穿出来了。没事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你别看我二杠五，这把马上伤15个。这边还真就不好使。
这叫青钢影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我他妈一脚踹也死。哎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吓我一跳，快走哦，人有点多啊，快撤兄弟们，我上路收波兵线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打不过了啊，信号都要打烂了，我赶紧去上路收线。先来个九头蛇，还行，这边队友应该是打赢了，个屁！螳螂700块钱，走，把这700拿了去。希望打龙不要打得太快啊。皮尔特沃夫的进化，我已经。这是植物属性的特质。等待会带来丰厚的。把龙拿了，重入杀个蓝枪。追他，追他，追他！我到野区了。人头啊，伦哥呀，红有没有？我来个红。如果生活还没能改变，战役已经失败。爱情不是一种品格。跟我来下路。慈悲是一种我无法承担的奢侈。好的，有点快，踹可以。剩下一下一过来，哎，接拉起平 A W 就死了。这寒冰射我，还是有点脆啊。不过死亡之舞能好一点，像他们家的阵容的话。来个死鱼，盖伦无敌了，盖伦马上无敌，他们家没有能打得动人的东西，我们家有维恩，还有这青钢影。我推死他，好样的！未来的世界将会更加多变。哎呦我蓝枪，等一下 ，A 大度 ，A 接拉起，接平 A 接，等一下，拉起，大龙可以要。不合逻辑，不用打。W 扣一下平 A， 黑接拉起，
这不有红，红呢？红要哪个小子拿了 ？W 没有 E 下 E 过来 ，A 加 Q 接平 A，A 接拉起。E 下 E 过来接拉起走。W 没有不上 ，E 下 E 过来 A 接 Q 一下死，不要立刻上，上去可能被拉断。上个高地吧，也没什么对手。哎呀，给我控死了，没让我动。一波连控，晕晕爆，来个蟹手啊！青钢影出收集者等没用啊，出穿甲干嘛，出攻击力装备踢得疼啊。青钢影被削弱了 96% 的伤害转化为真实伤害了，以前不就是，不是以前好像没有 96， 就是真实伤害。给我杀这螳螂双 buff， 我要了，你给我下来。Q 一下 A 接拉起平 A 一过来 A 接 Q 接 Q， 这抢人头啊。你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好的下场？不，没有。又是你们俩，怎么老这么玩啊？哎，这俩人配合可好了，回回都他俩，一个先给我晕住，另外一个射我，射完我一个爆，好几回了，都他俩。把小龙打了吧，一会儿我们得杀寒冰了，不能再让他有配合。我不长记性，我不是不长记性，我是回不来了，我只要让他晕住我就动不了，不让我动。我们都有底线，而我也许已经居然是暗行之爪晚豪。窍门就是脑子机灵，手脚麻利。你给我死 ！Q 一下 ，A 一过来 ，A 接拉起 ，A 接 Q， 这晚豪伤害有点高啊，大青雨儿。老杀一个就死。
这寒冰下边没伞了。要出无尽还跟我，出点什么能让他这个伤害低一点？蟹手看来已经不行了，来个反甲吧，蓝盾，出个蓝盾。我们其实可以单带去。不管他们了，我们去单带去。这婉豪带他也带不过我。哪里来的寒冰？我一过来踹街拉起，发财了。